假装这里。好，因为太多人在那边了。那我要升级版的，我放弃那个。好，那你太多人了。这边下面。我们这里还有东西，两个笼子，我们刚刚不是有个大型垃圾袋？旁边有个垃圾袋。这样它就会立起来，嗯，对啊，它就不会倒倒的了，对不对？可以吗？好，这样啊，很棒。它可以再分散一点，没关系。好，分散一点，让他们的头再大一点。就是你们也许那是不是土又太少了？好，那我来补。嗯，这个也是。负责补。这个也是。这个也露出来，真的。一点点。轻轻的把它拉出来，这个也是的，这个跟旁边这里，有没有？来，你们来检查一下有没有植物的根啊，就是露出来。你也全部摆在一起哦，不用啦，这边也可以放。这还不错，刚才一个就没有啦，那个都。对啊，这边有点孤单。啊！结果全部都过去了。干嘛？那这边还可以放其他东西。放其他什么？啊，我们还可以坐在那边呢、啊。这不能坐了，坐了你会跌倒。那是坐。嗯，坐了会跌倒。这边可以再放东西，这边再放。放什么？我问的。我觉得可以放什么？这边有换过土吗？有啊，全部都有。是啊、哦，可是那盆子为什么那么小？老板给你的盆子就这样吗？没有啊，他还没有给。可是有些花没有花粉，对啊，然后里面已经没有花粉了，你就怎么？
这是你没有看到，上次从哪？这个什么？看呐、啊。我们不知道你们有买什么。这个不是，这有一些不是买的。有一些是怎么样？有一些是皱的。嗯。然后还有一些种子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啊？我也不知道。是皱的。那你们有想说之后谁要来负责照顾？